我是阿伟，今天是我们 G 卡车具，车具不代表不用上班，但是一样，先跟介绍，这次来自纽西兰的香梨，这组很特别，这组我自己啊，车具我都带着它，因为太好吃了，这组一公斤重了，重点是给各位看一下，这组是空运的，空运的香梨，来吧，这组啊跟一般的香梨不一样，它口感宛如水梨，来跟我走一下，来，所以看一下，坐坐车。 这种香梨呢，本身是空运的，空运到台湾来，所以说呢，以往年的香梨来说，只有这种纽西兰的味道最棒的。来，借我带进去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，香梨本身啊，它现在是生的状态下，它就可以直接吃，它不用等它熟。仔细看，它没有毛细孔，重点是看一下哦，有脆，带进看一下，仔细看，这口感很口感很像水梨，但这种叫蜂蜜香梨，甜度很高，就很像是。 没有汤汁都伴随着蜂蜜一样，脆度有甜度有这组纽西兰香梨，你能不跟吗？进我带先看一下，哇，这超好吃的！你拍你的，摄影师拍摄影师的，我吃我的，这是你值得一试。And I'm feeling good.